Open your mind，就爱教育电台。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游乐园》园。 来到这边的现场，这里是台湾国立教育广播电台，马来西亚 City Plus，我是袁永信，今天很开心。行动会客室为大家请到的是林采欣，Hello，大家好，我是林采欣，<laughs> 又见面了。对，而且她这次的新专辑出来，我有傻眼到。怎么说？就我每次在念专辑名称，好像在叫我，再叫我一次自己的名字啊。嗯，新航，会 <laughs> 哦，真的耶。对啊，哎 <laughs>。 好像是为了你，我是袁永兴，我来听林采欣新专辑《永兴行》。我才刚讲完自己名字，要再念一次，一直反复那两个字。但这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感人啦，居然就是你的童年都跟这三个字有有很密切的关系哦。对，因为我我爸爸有开了一个五金行，就叫永兴行。嗯，那他是开立在那个台北市后火车站的华英街，我还记得哦。后火车站那边哦，对，就是那边很多卖瓶瓶罐罐。的，然后呃，小时候。 嗯、呃，我爸过世之后呢，这个就收起来了。嗯，但那之前我们一家四口最圆满、跟最团圆的那个画面，其实都在永兴行里面。嗯，那因为这张专辑，我讲的是在人生道路上嘛，你会有遇到各种不一样的爱，可能有亲情,情、友情、嗯、爱情，嗯、你对毛小孩的感情。嗯，我觉得要如果我要去说爱，去阐述这些悲欢离合的话，那肯定要一个很最圆满、最大的一个基石去说这些事。嗯，那我觉得那永兴行最合适，所以我就用。 用了永兴行做专辑名字，也为永兴行谱了一首歌。那你也应该写沙宝，为什么写猫啊？ 啊，沙宝狗狗的我以前写过，<laughs> 狗是写那个流浪。啊、要,符要符合你刚刚讲的这张专辑的那个中心啊，中心,核心啊。猫，我有一只猫啊。你刚刚讲毛小孩啊，我想说，嗯，那那,那应该是以沙宝优先呐、啊。哦 <laughs>、啊，因为我有一只猫在去年过世了啦，<laughs> 所以我有一首歌叫《高高飞》，就讲希望它飞远一点这样 OK，然后猫是因为我以前替狗写过，我也替金鱼写过。 就这张嘛，替北极熊写过，嗯、然後那就替猫写一个。我发现你对那个动物的爱比人的爱还浓厚 <laughs>、哦，为什么 <laughs> 有点执着？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感情跟不要不要，因为男朋友跑了就。<laughs> <laughs> <laughs> 就不写跟人的歌，都写跟动物的歌，因为动物的感情是最纯粹的，跟人就不纯粹啊。人有时候不好说。你现在是对谁喊话吗、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啊，<laughs> 人心总是比动物的心复杂很多嘛，所以写给动物。<laughs> 我觉得很值得啊！哎、欸，我写给很多人的歌、啊。我觉得我问问题都很容易给他陷阱跳。<laughs> <要>我我有 hold 住，我有听出来。他就要赶快赶 <laughs> 快转个弯，这样子 <laughs> 觉得有点害怕。<laughs> 好了<啦>，嗯、但是我觉得这张的那个慢版的情歌真的比重还比较多、欸。嗯、呃，还是比较多，嗯、但是已经比上一张就是有在改变，嗯、开始有放一些中版、轻快的歌、嗯，是因为要谈爱这个题目的关系。 嗯，是因为我觉得整张专辑的调性，因为我觉得去年整张调性，呃，前年整张专辑就比较沉。嗯，嗯那我觉得在听觉上，我需要一些比较明亮的色彩去。 让整个专辑再温暖一点，嗯、不再是那么黑。嗯，所以那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我觉得，哎、欸，讲友情，我不用再用去那种抒情歌的曲式去阐述嘛。嗯、<哼>所以就当然有一首叫《习惯》，就比较轻快。嗯、那猫想到动物，肯定猫，我觉得它也不是属于那种很慢要悲呀、啊嗯、要情歌，就是比较妖媚吗？就是比较柔媚的感觉，嗯、所以我才又有一个猫这样子的曲风，比较可爱、嗯。你是爱猫多一点，还爱狗多一点的那一种人？ 我以前是狗派，就是我是养狗的，但是后来捡到一只猫之后，就开始变猫奴。所以我两个都，我天天看脸书，我的音乐圈朋友就是狗派跟猫派两种，你不觉得吗？对，几乎都。可是我猫越来越多哎。对，而且有一些我觉得，比如说王志平老师，应该很粗犷，养大狗没有，他都养的是猫类，这样哦，小的猫。 他目前养的第二只猫是小猫，第一只猫是比较大的猫，哦、对。然后比如说像呃五月天怪兽也是爱猫爱到他还会传那种猫跌倒的照片给我看，<laughs> 就是就是懂，我就想说这个是好不好不摇滚哦，就是。可是我的 <laughs> 我可以理解耶，因为我觉得。 猫或者是狗，他们就有种魔力，就是你看到它讲话的时候，哦嗯、又忍不住会娃娃音，嗯、然后而且他们会讲碟子会讲、啊、吃饭饭，想不想出来玩啊？<laughs> 走一走好不好？走走啊，對對對對就是会娃娃音，key 会变很高，對對對對就你也说不上为什么。然后跟他们对到眼神的时候，就觉得 <laughs> 啊，我好被需要哦，然后就很想要付出全部的爱给他们。至少我对我的猫狗是这样，啊哦、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魔力实在很难用任何一种情感去。 替代或者去诉说，所以我所有特别是玩吉他的朋友，嗯、他们的女朋友都会抱怨说：“你最爱的是吉他，下一个是你的猫跟狗，然后再来我是第三，名。’ <laughs> 排很后面、欸。”对，好，那好提醒我不能找玩吉他的男朋友，<laughs> 我不要当第四名。<laughs> 等一下，好好你有比较好吗？<laughs> 我我有啦，我有啦。他那个可以前三，可以前三。<laughs> 你看刚刚那个是等、哦、第四名哎、欸，唱唱歌、猫狗跟男友顺序排一下。 突然嘴软，呃，来工作还是比较重要。唱歌，然后是猫狗，最后才是你男友。难道跑掉了嘛？那我自己半斤八两，还是说不能早谈情。他？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你看那个排序，哪一个男生觉得你最爱的都都不会是我？不一样啊，不一样，情境会排序会有点变化了，对不对？了，哎呀，不要这么说。你下次再来，我刚刚的答案再播一次给你自己。 等到下次我如果我男朋友再来的时候，就播出来听一下，看一下我有没有变那个顺序。对，所以你看，你的人生里头有这么多的起起伏伏的遭遇，然后发现一直陪伴在你的，都是你刚刚讲的，嗯，音乐啦，嗯，唱歌啦，对，猫猫狗狗，对，家人，家人，对，都是这样子啊，对啊，这个情感很很重要。这个会不会在你的那个亲情、友情、爱情的顺序当中，爱情变成永远是最后的选择？ 哎，干、欸、嘛叹气、嗯？突然想认真的思考一下。<laughs> 啊，我真的很认真的问啊。啊、呃，我觉得现在爱情会真的排比较后面呢。哦、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啊，这样讲很感伤。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很稳固的事情。<这又> <laughs> 就跟买股票一样。<laughs> 它是一个很不好说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像家人，我觉得永远都在那。然后朋友，我觉得也是。嗯、但是。 家人可能又更胜于朋友，因为家人是从你一出生就跟着你在一起的感情。欸、可是，比如说像沙宝也算家人了，也算也算算他是家人。对呀、啊，猫、啊、<laughs> 狗也是啊，因为、啊、呃，我觉得我们可能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是这样子，可是我们是它的全世界。嗯，所以他们，我觉得这种情感的连结是非常强烈的。嗯，那所以，我对于他们，我会希望说，哎，如果我对他人这么重要，我也要把它当做，可是你么重要的。 世界上情歌最多，可是往往爱情不在你刚刚的前面选项、嗯嗯 <laughs>。因为我觉得情歌 <laughs> 应该是说，因为受伤的人很多，嗯、哦呃，在情感上受伤的人很多，所以要去抒发那个感情上的事情的歌就特别的多、欸。对一个女歌手、女明星、女女艺人来讲，嗯、爱情是不是一个很很害怕又又又、嗯、还是有期待这样哦、嗯嗯，是哎、欸，是因为呃。 我觉得，因为以之前的某呃那段感情谈了很长，你是现在害怕多还是期待多？一半，<哇>一半，就是以前会、哦、呃，如果再小一点，我觉得相信期待会多一点。可是可能长大以后，然后你又结束了一段其实蛮长的感情，嗯、其实我觉得害怕成分也会比较高，总觉得自己会不会可能真的又呃经营这么长的情感之后，如果有一天要结束，又要再去收收拾自己的情绪。 会害怕结婚有在你的人生考量里。其实我现在比较顺其自然，以前是有的，okay, 以前是有的，嗯，現<在>但现在就是如果缘分到，然后因为我不能去把话说的很死，说我才不结呢。那如果我结了，不是打脸吗、欸？很多女生都这样，我不结了，然后就下个月就发喜帖。哇 <laughs>、啊，真的假的？<laughs> 啊、那所以我 S 开是不这样。 他有说他不结、喔，他不是马上闪婚吗？闪婚，他好像交往三个月就结婚對、啊，对对啊，很快吧？超快，是啊，嗯。<以>但是我不排斥，就是说有合适的人，OK，, okay. 但是不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在几岁前把自己嫁掉啊什么的。不过你的歌好像很少讨论婚姻这件事情。 呃，只有之前的瑜伽有讨论是呃女、嗯、前女友被邀请去前男友的婚礼，嗯、但其余去诉说婚姻的好像真沒有,、欸、没有，所以表示这很少在你创作的想象里头发生过、嗯。对，我觉得好像大部分还是比较，嗯、比方是。 看到朋友失恋的很惨，当然我现在也可以为自己这样写啦。嗯、<laughs> 但是，或者是说身边的故事，或者我看电视觉得很让我感动。你可能想象说，我要写一首以后我婚礼上我要放的歌，是我这样我自己唱的呢？那应该是比较幸福的歌，对不对？对呀、啊。 那可能我现在写不出来啊！<laughs> <laughs> 你有这么不幸福吗？<laughs> <laughs> 现阶段可能有点难想象，<laughs> 可能在可能接下来我遇到的不错对象的时候，我搞不好就写得出来了。合适的对象的时候，不过我觉得歌手有个好处啦，特别是写歌的人，他都可以用音乐记录他的人生的某,對對某一个段落啦。是是是，他就像写日记，嗯、只是用不一样的方法。可是写完之后，多年再回去听，他到底是。 勾勒出你过去的感呃受伤跟痛苦，还是提醒你说，哎、欸，还好我走过来。我觉得要看那个距离多远。哦、如果比较近的话，哦、我觉得就会把那个情绪勾出来，出來就是可能会因此又想到一些往事，嗯、可能会有点画面又出现。对对对。但如果说这个歌是我比较久以前写的，我说哇，那我那时候很勇敢呢、欸嗯。我我我走过来啦，或者说，哎、欸，我战胜了什么？嗯、<哼>其实还是跟时间。 有多长有关系？嗯、因为时间可以冲我,我觉得很多写歌人都是把写歌这个动作当作是一个疗愈的一个、嗯、一个一个动作这样子。嗯、对，所以当那件事情歌写完了，然后走过了，嗯、其实有时候是对自己就是自信啦，嗯、勇敢啦，又又往前跨了一步的那种感觉。嗯嗯、对，而且人在有感触的时候，其实写的东西特别好听。 哦，好像是这样子。对，就是所以我觉得这艺术家也不好当，<laughs> 就是一定要经历过一些啊，<laughs> 让你会这这张有这样的歌吗？就是痛苦比较重的歌，痛苦比较重的，歌，然后才写出来的，<张>有吗？ 这张好像没有那么痛苦没有没有痛苦，但是下一张、啊、下一张已经写了、啊，<laughs> 已经一直在写啊，我一直都在写。<酷>但是因为这张是去年有些歌是从可能去年前年我就一直在写，然后我们集结在一起的，哦、了解所以那时候的情绪应该都相对是比较平稳的状态，嗯、所以不会有什么特别哀伤状况下写出来的了解。那我先听《永兴行》。好，嗯哼。嗯 就爱教育电台。